其实还是有气无力的，没关系，大家累了哈。那这首小小的元素，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呢，他国中的时候就听到哇，核电干净很棒，所以他就觉得核电是好能源，直到福岛的核灾出现，所以他的歌就是在讲这个故事。而他觉得现在的政府很蛮憨，让我们很绝望。这首歌《小小的援助》，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唱呢，后面有阳明风车合唱团，他会跟我们一起唱，而且参与录音。后面最后的时候，我们会喊一个口号，喊2014，大家喊什么？好，终结合四哦。好，那我们来《小小的援助》。谢谢。